中国福建省营销团集团，这次赴新加坡传统庙演出一连十五天，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。我们集团全体演出员工真诚地感谢你们的到来，衷心地感谢主办单位陈孔庙、陈会长、陈主席、理事会及全体员工对这十多天来对我们的大力支持、关心与厚爱，这就是我们终身难忘。也感谢十多年看来默默支持我们全体演员的全体观众朋友们，我们真诚地谢谢你们，由于有了你们。